掀开经本卷中第三十三面，卷中第三十三面最后一行经文，看起来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交齐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香花饮食衣服琴彩帆床钱包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这一段是这个转女身，这一段事情这个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古老的社会在中国在印度也可能这个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那么所谓是这个男女不平等可是在现代社会呢，这是不相同，跟从前呢不一样。过去这个佛在经里面讲，女身比男身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所以佛在玉野经里面玉野女经里面说，有十桩事情这个女子常常忧虑的。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不欢喜这个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生女儿的时候这个欢喜心呢就减低很多那么第二呢，这是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的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要严格的很多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这个外面的宾客的时候他是内外有分的这是常常怕见人。那么其次这个到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增加忧虑那么总是要离开父母家亲眷属，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看家人的脸色在这个许许多多的是障难这个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所以说是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这个女生呢那么在现在这个观念呢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了解这些状况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个业力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这个身的形都能转变，那何况我们讲的容貌啊，讲的这个身体的体质，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了啊。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这个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啊，境随心转，心能转境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啊。那么转的方法啊，这个地方若有女人念女人身，在后面这一段里头是善女人，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她省了一个字啊，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要奉行观经上讲的三福啊，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啊。那么这个经是大乘经，三福这个十一句里面所说的都要能够做到啊，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当别论啊，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两分也称善女人啊，那不做这个不行，一定要做到啊，所以他有这个基础，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就能够得果报啊。是静心，这个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啊，一定要静心啊，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最真实的心啊，来修供养啊。啊，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形象画的形象也可以，塑的形象也可以啊，这个金银铜铁铸的形象都可以啊，此地说只要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下面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供养呢是日日不退啊，可见得他发的是长远心啊。工具举了几个例子啊，以花供养，以香供养啊，以饮食、衣服、琴彩、床幡，再就是钱财、宝物等等供养啊。那么这是讲供养具，供养具指多少？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绝不勉强啊。这个供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啊，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如果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了很微薄，转不了啊业力啊，一定要懂得了表法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的工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境界，你自己德行不断向上提升，
你就能得自在啊！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愿力受身就自在了，业力受身不自在啊。所以这个方法呢，是叫我们转业力成为愿力了。供花，我们看到花就想到要修因了，六度万恨之因花，特别在华严经里面所显示的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都没有妨碍都能够修菩萨心。菩萨行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就是他日常的应酬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行呢？变成六度万恨呢？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真正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上所说的，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这是真正觉悟。你的心行呢，与自信相应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那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从真正觉悟之后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才真的明了了。所以对于虚空法界一切的人事物自然生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呢，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净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这个体是什么呢？体是真心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佛在经典里面这个名相说的很多，都是说的一桩事情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所以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真的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确实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众生，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很苦，迷失了自信。迷失自信，自信还是起作用，
不是不起作用。啊，如果不起作用啊，那就不叫真性了。它还是起作用。虽起作用呢，因为迷失自性啊，它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那么他的生活就苦了。觉悟了的众生呢，这就称佛菩萨。啊，觉悟了的人，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的不够彻底，不够圆满。啊，但是啊，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声闻缘觉在三德里面呢，他得解脱啊，所以说半个解脱，不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法身般若没有证得啊，三德密藏里面。只证了半个解脱，他这个舍身受身呢，也相当自在。那么由此可知，整个佛法的教学，关键就是在觉悟。觉悟之后啊，我们就得自在，就能够随意化身啊，不仅仅是转女身为男身了。那么根据这个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香的表法呢，是信心，所以相表性相。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疑惑。啊，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啊，相又表界定。我们相赞里头常唱的界定真相，相也表无分法身相，可见得它都有所表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需要饮食，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啊。啊，我们需要衣服，我们以供衣服供养佛菩萨。这个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佛菩萨塑像啊，有人供养的这个衣啊，像斗篷一样啊，披在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供养衣啊。那么供养这些供具呢，都有经典做依据的啊，饮食供养这个很平常啊，佛前面的大供啊，这是饮食供养啊，芹菜床饭的，这个是一些装饰啊，就是以这个丝绸的这些制品啊，供养佛菩萨庄严
道场。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张灯结彩呀、啊。你看，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啊，每一条街上啊，装这个张灯结彩，就是这个意思。啊，床幡，这是供养剧里面最常见的。这个地方呢，注解里头，在第35页，啊，35页，啊，注解里面第5行，注意从当中看起，啊，这是青年法师提供我们这一点参考。凡造幡法，啊，造幡跟造床是一个意思，设幡呢，床就连带在其中。切不可安佛菩萨像，皆名号等，幡是供具，供于所供。如何复以相名为之？啊，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幡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啊，我们是供阿弥陀佛，那个幡上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你们想想，这个如法不如法的，这叫正确的呀。方船上还有什么呢？用佛像，啊，上面绣的佛像啊，再去供养佛菩萨，完全错了啊！啊，这是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注意到啊。今天佛法衰。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众生还造这些业，还受这些苦报，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啊！还有犯更大错误的啊！我们见到有的法师，这个大法师披上红的祖衣，这个祖衣上绣佛像，这个不可以啊！一切诸佛了，都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连床幡都有过时，你再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穿在身上啊，这个不可以啊。那么再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这个衣服上，啊，这个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呢？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啊，是希望一切众生呢，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我们用意在此地。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穿的到街上去走度众生，行，可以的啊。问题就是说，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心用的善，用的纯，无量功德啊。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宣传佛法，那你就造罪业了啊。可是幡床是在道场，道场当中供养的有佛像，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假如这个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啊。为什么呢？给外面大众看的，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让他看到这个幡床上有佛的名号啊，或者有经的经题，
啊，这个都好。啊，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的有缘接触三宝，啊，都在用心。啊，所以这个用心的关系就很大了。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法官判案子，啊，首先要问你的动机，如果动机是善良的，事情做错了也可以原谅，动机是不善的，做了好事你也有罪过，啊，可见的这个动机的关系非常大。此地讲静心呢，这个静心就是讲动机。啊，过去些老和尚啊给我们讲故事，啊，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啊。啊，所以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了有一尊佛像供在露天，啊，这时候是太阳很大了，他看到之后啊很难过，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没有东西遮蔽，啊，那么自己也没法子，甚至什么也没有，啊，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啊，这想的话，我就把这个草鞋供佛吧，啊，把这个草鞋放在佛的顶上，啊，让他不要晒太阳，自己赤脚走路。好心啊，他得的善报啊，他离开之后啊，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又有个出家人从此的经过，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哪个人造这个罪业啊，赶紧把他拿下，取下来啊，把这个头佛的头上擦得再干干净净的，两个人都是好心，两个人都是恭敬心，都得福报。哎，为什么动机都非常好嘛？哎，就我们要明了啊，这个行善呢，一念真诚的善心啊，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啊，就要懂得这个意思。那么在佛堂大殿，这个床幡呢，最好不要用，不用佛菩萨的形象，不用啊这个佛的名号，啊，那用什么最好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好啊，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用这个放在这个幡上啊，我们用这个供养好啊。啊，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啊，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啊，用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看破放下、随缘念佛，用这个，要是写在这个幡床上好，啊，我们用这个供佛。啊，这个供佛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啊，法供养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啊，我们这个供养句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依教修行供养，这是正确的，啊，是我们值得提倡的，啊，但是现在一般呢都是用佛菩萨名号，啊，谁想到这个道理？啊，这是特别的提出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钱财宝物，这是舍财，舍财是舍贪呐。表示舍贪供养，
啊，因为钱财宝物啊，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的。啊，他这个注解幕后要是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惜兼贪，祸福无量啊！这些话，我们四众同修啊，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也听的很多，没人相信。哎，为什么不相信呢？没有见到啊。没有证据啊，所以虽然读经，虽然听经，晓得这段事情啊，自己也修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的。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就好了，做好事啊啊，所以他得的福很有限的，他不能完全舍啊。所以这个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之人，贫贱之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啊，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够舍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啊。那么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有这个公案故事啊，乞丐啊，这是在外面讨乞讨的，人家给他一文钱啊，这个罗汉辟支佛看到了，没福啊，受这个贫穷苦报啊，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啊，哎，给他种福，怎么种福呢？向他求乞，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文钱是你的，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啊。啊，这个乞丐听的说是苦啊，供养。阿罗汉供养辟支佛，这个福报很大了，哎，他就真的把这一文钱供养他了，一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了，他只有这么多啊，全部供养了啊，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啊，哎，即是即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这个布施是尽心布施，尽力布施，这个福报是究竟圆满的啊。贫穷下贱乞丐佛度他们例子很多啊，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啊，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福啊，布施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啊，我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啊啊，所以的信心生不起来啊。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的啊，我们有过去世，我们还有未来世啊，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些理事就信得过了，有来世啊，这事苦一点没有关系啊，
啊，就是过去世没有修善因嘛，这一生要好好的修啊，来世得最殊胜的果报啊，尽心布施，这个果报不可思议。我们供养一尊佛，供养一尊菩萨，难啊，找不到啊，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啊，可是这个世间呢，有真佛，有真菩萨了，那个供养的佛就大了。那么真佛真菩萨在哪里呢？真修行的人啊。可是问题又来了，真修行的人生活得非常清苦，你供养他，他不接受啊，他不要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佛田呢就不好找了。你想种福，佛田在哪里？的确相当不容易。真正的佛田呢，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佛田呢，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我们供养它。啊，如果住的人众太多了，需要扩充设备，我们供养它。啊，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啊。这个供养福无量无边啊，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啊。这个福有多大呢？啊，那么今天新加坡居士林的道场，居士建立的道场啊，这些居士通宗通教啊，护持正法了，不但护持，主持正法。建立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的念佛同修啊，到这个地方来精进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啊。啊，真正念佛人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一夜，都是你将来成佛的善因呐，是你将来成佛重要的条件。你能够发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这个功德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道场不是一个普通道场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啊，是来做佛的。
那么对这个道场的供养，福德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说啊，真实功德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懂得啊，要透彻的了解。希望像这样的道场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啊，这个道场的建立必然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护持啊，现前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啊，所以供养要如法啊，布施供养都要如法。底下这一段这是讲他的果报啊，转报果啊，转报果我们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啊，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啊。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话非常重要，转报是难，唯在精诚，这八个字要紧啊。如果你真正做到了精诚，转报就不难了啊。这位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佛说啊，没有女人的世界。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即指西方极乐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身呐。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呀、供西方三圣，我们通通供阿弥陀佛这个相，供三尊，当中阿弥陀佛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大势至菩萨，那为什么都一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道场这个供法。那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合吗？完全一样嘛。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相也一样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的这个念佛堂，所有供的这个相，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呀，那些像里面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了，其余都是我们大家的像啊，我们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让我们在念佛堂啊，有这种深深的感触。啊，这个就是转自己业报之身呢，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啊，那么再看底下的经文，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这是
愿意用女身度脱众生的，也能够随意满愿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好啊，摩耶夫人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也是诸佛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呐。啊，用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啊。啊，他的愿跟别人的愿不一样。啊，摩耶夫人的愿，永为千佛之母，他发这个愿。啊，发愿做佛的母亲，你看这个底下住得好啊！啊，此以顺爱法门呢，度众生也。众生情爱很深吗？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啊，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啊，佛与化身大士，他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下面又举个例子，《华严经》啊，婆须弥陀女啊，在四摄华严讲叫法苏弥陀女啊，这个是语音呢，不相同。婆须弥陀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妓女的身份呢？啊，她示现的是妓女身份。啊，广度众生，凡是跟她接触的，都被她度脱了。啊，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哪一种身份不是菩萨呢？啊，菩萨哪个行业都化身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在其中，都有佛在其中，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所以幕后他这个结论说，并以慈爱三昧在现象在作用里面是慈爱，内里面清净无染啊，就像宗门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他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啊，这叫慈爱三昧啊。啊，他以这个愿力示现女身啊，底下说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他里头是不是有贪爱？没有，他是度这一些情之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立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啊！啊，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如果这个定功智慧方便不到这个程度，要去学他，那好了，那准到地狱，是啊，这个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啊，所以菩萨的四摄法，我常常劝同学们，前面三种可以学，后面这一种啊，要看看自己的能力。
后面是同事啊，前面是不失爱与力行，这个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副作用。最后这一条啊，一定要看自己的智慧定力才行，不可以随便学习。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供养里面虽然讲的是说事，你一定要明理；说理，你一定要懂事，你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决定不能偏在一边呢，偏在一边呢都是错误。你把佛的意思完全曲扭了。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呢，他老人家常说，说四的经呢难讲。譬如哪些经呢？地藏经、阿弥陀经，他讲的是事啊，这些事讲的你能让人相信吗？所以讲这些经呢很难很难。什么经最好讲呢？金刚经最好讲。讲理啊，讲的你会点头啊，你不能不信啊。说理的经好讲啊，就楞严经好讲啊，讲事的经难讲。所以讲事啊，必须把理说透彻，是人家才能相信啊。讲理的经啊，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理才落实到事上，才能够有受用，否则的话变成玄谈。理虽然说得很好啊，事上做不到啊。那么供养地藏一定要懂这个供养的理论，供养真正的修法啊，从事里头显理啊，我们晓得四相都是表法的。这个里面的理事要是完全搞清楚了，到那时候什么供养呢？前面说了静心供养啊，这个静心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身心都供养啊。那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了，整个身心都供养。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嘛。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啊，你不是尽全身都供养吗？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教化众生啊。在世上教人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啊。地藏是表什么？地藏表孝亲尊师啊。
落实在孝道的基础上，落实在师道上，你就是真的进行供养地藏菩萨。所以诸位要晓得，只有这些形式啊，香花啊，饮食衣服这些供养，不了解自己意思，自己里面还是贪嗔痴慢，还是是非人我啊，那这个供养是迷信的，这个供养哪里有功德可言呢？啊，所以从四相上供养，大到我们静心供养，啊，这个四是表心的，这是真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讲了七句啊。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依教修行供养啊，那换一句话说，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了啊。佛教我们做，我们就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经典好比是剧本呢，我们四众弟子啊，好比是演员呢，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呢来表演。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啊，我们这个表演呢，目的呀，是帮助他们觉悟啊，所以要演得很逼真呢，把这个剧本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换一句话说，一切经典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见解，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个叫静心供养，你能做到了，说老实话，那你就成了佛了嘛。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完全做到了，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无量寿经你通通做到了，你就是无量寿佛嘛。不做不行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所以这个才叫供养地藏力故啊，即功德力啊。功德力是你的善心愿心永远不断。这才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啊。请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是第二，厌丑病离相祸福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佛慈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这是说自己的身相不善，多有疾病啊。但于地藏像前至心瞻礼，世亲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
相貌圆满，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容貌是业力变现的，啊，业力这是心，所以世间看相算命的都说相随心转，啊，我们也常常提醒同学们，相随心转，体质身体也随心转，啊，不但身相随心转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心转，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化众生，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也是非常切要的一门课程。谁不想自己离苦得乐？谁不想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呢？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在那里祈求啊，都有这个愿望。为什么事与愿违？啊，事实跟自己的愿望恰恰相悖。啊，使一切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啊，怎么来的。这就说到了善与恶的果报的根源。我们今天所受的，啊，从四象上来讲，果报啊，果必有因。啊，因善果就善，因不善呢，果就不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啊。造恶业必定有恶报啊！佛在《业报差别经》说明有十种不善的业的丑陋的果报啊！我们如果今天得这个果报，想一想看还有没有这个习气啊？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些恶业得的现在的果报，往往还有余习啊。如果这个残余的习气还在，不能把它改掉，转业就困难了啊。这个十种不善的业，清莲法师揭露在注解里面，啊，在37面第二行啊，啊，第一个喜欢发脾气，啊，喜欢发脾气决定不是好事。不但呢，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不好看呐。发脾气也伤身体，啊，伤身体带来的疾病啊，啊，你身体多病啊，
啊，所以你想想发脾气那个相好不好看啊，这才晓得丑陋疾病的来源呢。第二个是嫌恨，心里常常怀着嫌弃别人，怨恨怨天尤人啊，这个情绪也伤身体，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这十种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叫病毒啊。心理上的病毒，人家为什么相好啊？常生欢喜心嘛。那欢喜的时候，那个相好看呐、啊；发脾气相不好看呐、啊。啊，那个转业就从这里转。这是佛讲的，这是合情合理呀、啊。哎，我们仔细冷静想想，这佛讲的有道理呀、啊。第三桩呢，是欺骗别人、迷惑别人，这不善业。第四种啊，喜欢让众生生烦恼，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这五种啊，不孝顺父母。第六个是不敬圣贤。圣贤人对于社会有大利益了。这些人在这个社会上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行持，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确确实实，他能够教化这一方。对这一方的风俗人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圣贤人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不是啊。如果有希求别人恭敬供养，那是邪道，绝不是行善，那是欺骗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尊敬他了，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尊敬佛？佛绝对没有说是你们一定要尊敬我，没这个。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这个说法？我们敬佛是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戒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好处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啊，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人呢。善
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人，哦，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吗？愿意向好人学习吗？我们尊敬目的在此地啊。所以见到佛像呢，我们顶礼。啊，那个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了。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为什么对他要礼拜？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这他才明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也是属于表演嘛。表演给这些没觉悟的众生看，让他们呢来觉悟。佛法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净这个字的基础上。所以印光法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我们学佛得利益多少，说老实话不在外面呢，在自己的沉静之心，你有几分沉静心，你得几分利益。你没有沉静心，天天跟在佛的旁边也不得利益。这是真的。当年佛陀在世，提婆达多常在佛身边。六群比丘也常在佛身边呢。为什么不得利益呢？没有尊敬心。他们眼目当中看佛也是平常人，跟我差不多嘛。所以在佛的身边不得利益。如果有真诚不在佛边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依教奉行。佛所说的他真正做到啊。事是太琐碎呀，太繁杂了，掌握着纲领，事不违背纲领，就入佛境界了。总纲领就是菩提心。菩提心诸位要记住，依《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四相上再繁再多，只要与这个相应，你所有一切四相都叫菩萨心，那都归纳在六度万行里面。所以《华严经》上说，妄摄菩提心呐，一切造作皆是魔业。什么叫魔业？你所造作的这些一切业，善业生三善道，恶业堕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就叫做魔业。与菩提心相应，这个你所造的是菩萨业。菩萨业叫净业，决定可以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明了，这一生在这个世间呢，完全是表演的。你这是佛的弟子，佛表演，菩萨表演，我们佛弟子通通参加这个剧团，我们来表演的。
啊，表演上没有自己啊，无我，完全是为人的，啊，完全照剧本演戏呀，啊，他怎么不自在呢？啊，是自在随缘，啊，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啊，啊，过得真的幸福啊，啊，别当真啊，啊，一当真就是凡夫了，哎，你就搞六道了，表演的。啊，所以对于圣教啊，要生恭敬心。第七个是亲睹贤圣，自生恬业。啊，这个简单说，就是对于圣贤人，他的生活必需品呢，你侵犯他，你夺取他，啊，这个罪业就很重了。不但不供养，还要夺取，还要霸占，啊，障碍他弘法利生，啊。第八种啊，于佛他庙，断灭灯明，这个意思很长。啊，四上讲。他庙里面都燃灯啊，你把他灯熄掉了，这是四上讲。理上讲啊，他庙是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是放光明啊。每一天讲经放光明，每一天念佛放光明，每一天参禅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人看到的时候人得利益了，没有人见到的时候有鬼神见到，所以儒家讲慎独啊，你独自一个人不能放逸，不能说没有人看到可以随便一点了，不可以。没有这个有形的人看到，有无形的人看到啊，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多，不知道多多少倍呀。我们要度人，也要度鬼神。我们给人做好样子，也要给鬼神做好样子。啊，怎么可以放逸呢？啊，这个样子修啊，我们那个沉静才修得出来。啊，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着人又是个样子，沉静没有啊。啊，这是许多同修这个修行没有感应，修行得不到殊胜的果德，关键就在此地。啊，不是用的真诚心。那么由此可知，道场道风跟学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风没有学风，等于说这个他庙里面灯明呢被灭掉了，啊，断灭了。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这个道场确实有道风有学风，到这个道场四相上点灯的人也多啊，烧香的人也多啊，这就说明来修学的人众多。
第九种业因都不善的业因，是见到这些贫穷下贱之人，轻视他，对他生起傲慢，加以毁辱，这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学佛的人。 看到这些人，贫穷下贱，看到这些人的，我们心目当中也是把它看作诸佛菩萨实现。他展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 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学。末后一条是习诸恶行，这里面范围就广了，造作种种不善之行。佛家呢？ 这个十种的丑陋的果报，往昔所造的这一些不善业，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果报能不能转呢？给诸位说能转。你只要把这些习气毛病统统改正过来，那个相貌逐渐转变了。 就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有毅力，改过自新，说实在话，3个月到半年呢就有效果。要是3个月、半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见面，转了，你不一样了。 就很显著，天天跟你在一起不怎么感觉到，不常在一起的时候，一见相貌变了，能够行之3年呢，那就明显的改变了，你的家亲眷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也觉得你变了，你不一样。 相貌变了，体质当然就变。那么，这个经里面，佛也给我们说了，这个十种业得多病的果报。他这个里面注解的这个20条啊，我们要把它记住啊。记住说，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改变他这个。 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改变他的一些恶的果报。第一种啊，喜欢打众生，好喜打破一切众生，特别是小动物。 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不顺眼，看到就喜欢把它打死。蚊虫、蚂蚁、苍蝇，看到就想把它打死。要晓得，将来得多病的果报啊！你看印光大师，这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呢。 在佛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了，不是把他打死，驱逐出境啊，把他赶走啊。可是印光法师呢，不敢那么走。
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的，他的侍者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有蚊虫，别人来替他干，老和尚不许。老和尚说：“不要干他。”你要问为什么？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由他们在好，常常警惕自己，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他们在警惕我，警策我。老和尚不干了。听说印光法师70岁以后，这些东西再都看不见了。本来这个房间里面有蚊虫、有跳蚤、有苍蝇、有这些东西，老和尚到里面去一住啊，这些东西都搬家了，都走了。由此可知啊，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由他们在扰乱呢，自己道德不够啊，没道德啊，他才会扰乱呢。真正肯修，勇猛精进，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呢？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如果果然没有了，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还有这些东西干扰，你功夫不够。你看看真正修行人，他不责备外境，一切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己。我自己不善嘛。他们来扰乱，来侵犯，应该的，不足以为怪，所以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第二种恶业呢，劝他令打，自己虽然没打，叫别人打。第三个，赞叹打法。哎呦，他打的方法赞他，好，打得好，见打欢喜。你看看这个10条里面4条都是说这个打害众生的。我们都有这个习气看到小孩的时候打苍蝇的，不错，打得好，是吧？都赞叹的。哪里晓得是多疾病的果报啊？造这个业因呢，要得这个果报的。第5条是恼乱父母，让父母生烦恼，让父母身心不安。第6是对贤圣，使贤圣人生烦恼，也叫他不安。一切中见冤病苦心大欢喜看到自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他得病了他在那欢喜第八种，见冤病愈心生不乐，这个冤家讨厌的人他的病好了，很不开心。所以这个里头注重冤家，你所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第9，与冤病所，与非治药。这个冤家生病了，你去给他个药，送药给他，这个药不是治他的病的，让他那个病加重。换一句话，你是去害他的。不是去帮助他的
啊，干这种事情。第十，畜师未消啊，而服更淡。哎，你吃得很饱，还没消化的，看到好吃的还要吃，这是病从口入。啊，这个十条里面，前面的九条是你造的恶业，后面这一条啊是饮食。啊，不懂得饮食卫生，啊，而感得的疾病的果报。这个十条啊，是得丑陋的果报；十条是得疾病的果报。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么他的忏悔法是：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摄情之间是说时间的短啊，时间短暂。这个业报啊，就能够转得过来。至心瞻礼，这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在至心两个字，至心是真心的，瞻礼之间呢，改过自新。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慈悲至极呀！啊，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了。这个要知道啊，地藏是表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至心瞻礼不是恭恭敬敬到那里去天天去礼拜，啊，业障就消除了。礼拜是当然这四相上的修学，啊，形象上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愿，要学地藏菩萨的存心，要学地藏菩萨的为人，要学地藏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至心瞻礼。你要能发这个大愿心，这个愿心清净恳切啊，有决心有毅力去照做，哦，那你转这个业力就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之身相貌圆满，这个注解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此行暂时，暂时发心啊，这瞻礼功德不可思议。那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了呢？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说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事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哎，现前这个恶业要报尽了，那个至心瞻礼的那个报能现前。那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啊，就如同《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
啊，这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啊，收一个出家人呢，在佛身边出家的都有大善根啊，没有善根怎么能出家呢？啊，佛看到这个人来求出家，就让舍利弗、目犍连这些的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这些人一看呢，这人都有神通啊，阿罗汉神通有500世啊，啊，天眼通、虚命通，看到这个人呢，500世当中没有善根，啊，跟佛说不能出家了，他怎么能出家了？啊，佛说了他，啊，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界前，那当然阿罗汉没这个能力啊，无量界前。他是个砍柴的樵夫，啊，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语言成熟了，到我这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啊，那一声一称南无佛，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的。啊，这个事情之间一餐饭的时间呢，地藏菩萨至心斩理呀，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啊，如果他能够念念相续，啊，刚才讲了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他现在这一生就转了。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就转了啊，那个转的就非常之快了。经上所讲的这20种恶行全部都改掉，彻底改掉，他转的就很快。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啊，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宅女，端正受身，住相圆满。啊，那么这是说，他对这个女身呢，并不厌弃。那么他得的身相就非常圆满了，而且呢，生尊贵之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出生于贵族，出生于望族，得人天福报啊。幕后总结，有智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佛如是。啊，所以这个青莲法师注解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智心二字，一身啊，一众，贯于前后啊，勿轻看过。夫人之转报啊，诚非易事啊！转自己这个业报不是容易事情啊。经所获福，诚有智心，智者心之所至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礼佛。也要四礼圆融啊，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啊，就关键就在智心。啊，智心是真心呐、啊，真诚智心呐、啊，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心呢，彻前彻后啊。这个前后不是讲这一段呐、啊，深远的说，贯彻全经，我们在前面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之中啊，为大长者啊，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是不舍，这个愿呢，常常在发。他是真发了，我们也在学，我们可惜学得不认真，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愿是发了，嘴皮上发了，事实上没兑现的。念完之后啊，随即就忘掉了，所以它不起作用啊。这什么原因呢？不是智心，所以此地关键在智心呐、啊。不是真心发愿，像我们平常这有口无心，这个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改过啊，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讲明白，提醒他，他能回头他就得福了啊，他不能回头呢，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善根。我们自己发愿续福慧命弘法利生，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信、正解、正行，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有辜负啊！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如来家业，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啊！世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啊，如果不是用智心，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经上讲的古德我们相信，为什么呢？因殊胜啊，这个古报啊就不会怀疑了。下面这第四段呢，是机要赞功夫。请看经文：佛慈普广，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死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这一段注解里面说了文分二节，先说能供的人，然后再讲啊他所得的福报啊，这个供养是什么呢？是祭药歌舞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知道大乘法中有，小乘法里面没有啊。佛说大乘法，你看诸天供养，天女散花啊，天人以歌舞音乐供养啊，特别明显的像中国敦煌啊、云冈的壁画啊，这些变相图，世尊讲经说法啊，这有这些供养。那么在民间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唱戏，供养佛菩萨，啊，在佛菩萨庙前，很多寺庙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大殿前面有戏台，啊，那是专门呢给一些发心的人做诸医药、歌舞、赞叹、供养佛菩萨，啊，演这些戏。实在讲呢，这是错会意思啊！演戏不必演给佛菩萨看的 啊，演戏是给一些大众来看啊，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啊。实在讲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戒引一些众生啊。现在这些戏剧歌舞啊，不可以供养佛菩萨了，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呀啊。古时候这些戏剧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啊，为什么呢？它戏剧的内容啊，都是教人说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四个字，它这个内容啊，忠孝节义啊，都是劝化众生的。古时候教育不普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呢？用戏剧啊。所以从前是农业社会，农忙过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很长啊，所以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劝人啊，忠孝节义啊。表演的呢都是因缘果报啊，你看善人后来有善的果报，恶人一定有恶报啊，表演这些。所以广大的群众啊，没有读过书，没有这个受过好的教育，但是他懂得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他从哪里学来的？多半从说书，哎，听戏，从这学来的。所以从前呢，
这个娱乐式教育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重点是在教育。佛法里面呢，也用这种方式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重视艺术的表法，现在佛法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佛法的盛，说实在话，世间最高的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面，都出家了，都做法师。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啊。不是有一般一人都能够随便出家了。隋唐时代出家人经过考试，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世间法的标准相当于净思，换句话说，世间学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再考佛法。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这个证书，你去找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你要没有这个证书，他要收你出家他犯法，他收你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这个度牒。皇帝给你这个度牒，那个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事出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你说他的身份多高啊，他一提督出家，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的，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教化的内容哦，那就非常精彩啊。你看看以前这些文字啊，寄送歌赞做得多美，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